而好緊要唔好定佢嘅罪，即係唔好話，唉呢個人咧嚟到教堂都冇乜心噶啦，誒呢個人咧就即係誒都係唔係真係信耶穌噶啦，就或者係佢咁衰，我都係我唔中意同佢傳福音，即係喺個心裏面咧唔好有呢啲咁樣嘅諗法。咁另外咧就話我哋唔好諗住淨係向下。向上都是鼓勵的，向組長、向牧師、向其他人，甚至向出面的人，甚至 Pastor Forrest， 你都能夠鼓勵到他的。所以我求主幫助我們有這個心。由於你今天未有這個心，你問一下神，為什麼你沒有這個心？你問一下神，你現在個個黑埋眼，你問一下神，為什麼你沒有這個心呢？你是覺得自己做不到啊？因為你說我是懶慣的，我是要懶的，因為你說唉，我做不到什么的，我没什么作用的。如果你没什么作用，我告诉你个个都有作用。那天我们经历过 Rachel， 我叫 Rachel 关心文彦，这个开始就不是叫一次过，是你以后你发觉你可以关心组长的。如果你在你这个时候你说想一下你的原因，为什么你不可以没有别人呢？可能你就说唉，我自己不好掂啊，你咩话？真系唔知道，你真系唔知道，你咪话神啊，我去做咯。你做嗰时候，你咪知道点解，你咪去对付咯。啊，唔知点做唔紧要噶，一间组长会教你噶啦。你只要想做就得噶啦。你想做第一部分，你可以为人代祷咯，系咪啊？你关心下佢咯，你试下同人倾沟通啦。而我哋试下学一样嘢，个个人喺教会都开放。咩叫开放咧？唔好话啊，我同佢倾偈唔好倾，我就中意掹住一个嘅啫。这个呢我成日都要坐住去黐住佢隔篱嗰个，其他人呢我唔理。你要学开放自己，有边个人一见到嘅时候你都开放，你将你自己嘅讲出嚟。你睇我系牧师，我都讲我嘅感觉俾你听。我唔觉得系羞耻，因为呢个系我，所以我求主帮助你。你讲人哋会讲你好怪，我想问你，我有时我分享我啲感觉咧，你觉得怪唔怪？在学校的做法和教堂不同的，在学校你就关心他先，听他讲的，在他需要的事上帮助他，鼓励他。这个应该呢，有的从好像很自私，是有些人很自私，拒绝你的，你没办法，你即是你做了多少，总之你仍旧开放你自己去对他是 nice 的，对他是好的，即这个是你开始做的。当有些人你见到他，见到你的时候会喜欢你，跟你聊天的，见到你会笑的，那些人你可以做多一点，因为每个人的开放程度不同，是不是？那些都见到你都不睬你，不理你，那你是要帮他，他帮不到他的，是不是？你当然帮那些愿意帮你，但是那些就算不睬你，那些你都试一下尽量跟他 say hi。 那你去到那些人，你就不是第一个跟他说我昨晚被阿妈闹了，即是不是说这些东西的嘛。你跟他说当然是讲他的事情嘛，我哋幾時都係，但係點解我會分享我嘅事咧？當我哋溝通有咁嘅上下嘅時候，我就講我嘅事咧，就開放溝通更加深層啦。點解咧？因為我俾你睇到我都係一個人，我都一樣有人嘅感覺。咁咧，所以你唔知點做咧，一間喺小組問組長點樣做法。但個最主要嘅 point 就話你肯唔肯啦？你肯問嗱，你黑埋眼噶，你同神講點解我唔肯？我有咩難阻我嘅？嗱，如果你係願意嘅，你向神。你说神啊，我愿意，你不要看人做你就做啊。你说神啊，我愿意，我不知道怎么做，我想做第一步，你帮我吧。如果你愿意去做第一步，你起身。你说神啊，我愿意做第一步，我怎样去帮助人。神啊，你帮助我，神啊，你帮助我，主耶稣帮助我，主耶稣帮助我，主耶稣帮助我。主耶稣，我知道你深深爱我。主耶稣，我知道你深深爱我。感受耶稣的爱啦！我的神爱慕你，爱慕你，你是我一切，你是我一切。我是你冠冕上的。
我是你半夜想我，石也是你眼中的瞳，也是你眼中的瞳，人我的心念给你，我的心念给你，完全属于你，完全属于你，主耶稣，我知你真的爱我。你有咩想做嘅？你可以实现做嘅。